就是幸福应该就三个，但是他能逗我能放进去吗？我给你试一下。可以啊，他这样子平。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 OK 啊。那就香蕉。现在把前面这个板拆掉，然后做个保温，做一下。前面不做保温有什么影响吗？可以不用做。就是会不会影响整个车的温度啊？会一点点。会一点点是吧？哦，对。好吧，那你还是坐上吧。然后那边保温贴上了，现在顶上的梁已经打好了，上午。到时候把顶上的保温全部做好就可以了，因为下面已经做好了，下面板也铺上了。指正贴，就前面贴比较大方一点，贴了三片。那这块还要贴吗？这要后面要贴一下。把它所有用掉，把剩下的这些材料。你看它前面贴了那么大块，后面这么小小块。只剩一块了是吧？才这么多。全部用掉。用掉。那把上面窟窿都给补上哎。到再说吧，都 OK 啊，把用掉就好。你把这个板这么划伤了怎么办？板无所谓，看不见，有命。贴了。你那边是保温棉是吧？对。很漂亮嘛，整整齐齐的。
顶喷做好了，做好保温，然后两边也做好保温。